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取出来了，儿媳妇给。妈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有。哎妈，我嫂子不要，给我，我给你保管。那还是算了吧，我自己忙。哎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我去买菜。哎妈，我想吃麻辣香锅。妈，我也想吃麻辣香锅。那好，咱中午就吃麻辣香锅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妈回来了，我去做饭，你休息一下。上哪去呢？这是。哎，妈，你这找什么呢？我刚取的钱怎么找不到了？那刚才还在呢。都跟你说把钱交给我保管吗？你不听，现在好了，丢了。小妹，你别说了，你没看到妈着急吗？妈，你是不是来的路上掉了？要不我出去给你找找。妈，你是不是放卧室忘记带了？要不你去找找。喂，钱啊，你手里有钱吗？借我点。嗯，好。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在哪找到的？就在沙发底下。好好好好好，我给你做麻辣香锅去。哎，妈，你看找到了。在哪找到的？就在楼下的草丛里，幸好还在草丛里，要到外面等又别人捡到了。妈，给。好好好，这饭马上就好，吃饭啊。妈，我帮你啊。好。麻辣香锅来了。妈，你今天做的这个麻辣香锅格外的好吃啊。嗯，妈，这个麻辣香锅麻辣鲜香，真好吃，和外面饭店做的一个味道。闺女儿媳妇，我的钱呢找到了，就在那个菜袋子底下。来，这是你们的钱，你们两个都收回去。妈，我们有钱，这个钱你自己留着吧。对呀，妈，你留着自己花吧。妈知道你们的孝心。妈，这个钱找到了就好，以后遇见这样的事儿不要这么着急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哪有你的身体重要呀。对，是的，妈。知道了，吃饭吧。嗯。